在我非常开心，但是我也非常累。这个比赛因为 要跟那么多很厉害的对手打比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天都很难。所以我现在我又开心又累。然后现在还是有观众为你加油的。对，有可能。对，有一些人为我加油，我听得很清楚，给我动力。我想非常感谢，中国的球迷们为我加油。我知道今天大部分的人当然去跟徐奇，为他加油。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，所以今天跟他打比赛，让我很开心。我看你最后赛后做一个动作，把东西放在兜里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什么意思，其实我就会疯狂。就是哎，对，就是我不太相信。其实，我也拿了五次这个总决赛的冠军，所以这个我不敢相信，我太开心了。昨天你担心是石宇奇的中国主场，观众都给他加油，然后今天实际是这样吗？我觉得也有一些人为我加油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我觉得一个两个人都行。所以我想非常感谢。中国的球迷们，我觉得在这里打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经验。而且呢，对，杭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现在对我来说，因为拿了这个冠军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。然后你今天整体都很安静，然后到最后获胜的时候疯狂的一个庆祝。对，我觉得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想赢比赛呢，我要一直很安静，注意每一个比分，然后呢，赢了之后我不太相信，其实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太高，这个星期，所以赢了比赛，我不敢相信。奖金准备怎么办？我们有两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很贵，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会怎么用。谢谢你们。